位于贝宁东北部的 W 国家公园管理方27号发表声明说，该公园内日前发生了一起武装袭击事件，造成12人死亡。管理该公园的非洲公园组织发表声明说，这起袭击发生在24号晚 W 国家公园内的梅克鲁河附近，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这起袭击事件。